家午安。午安。谢谢大家的莅临哈。那我想在我这次的一个展览里面哈，我把康源老师给拖进来了哈。那因为康源老师在我很多的创作里面都帮我来做一些用文学来做一些诠释。好，那我在想，就是说，其实艺术家在创作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其实是从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把它浓缩出来的。那不管是透过雕塑、绘画，或是文学，哦，诗歌，其实也都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一个历史。那我的作品刚好是在50年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人文。那康老师他写的那个台湾童诗啦，也是跟我的那个味道非常的一个吻合，所以有很多的作品我也请康老师来帮我做这样的一个诠释啊。我们常常在一起，那个康老师都说我们同学啊，其实哈是康老师故意化妆的比较老一点了哈啊，其实他长得比我年轻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康老师来讲一下啊，谢谢。哎，都请哈，余大师啊，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啊啊。真难得会当伫即个屯区艺术中心，来做一下雕塑跟诗歌的细个的一个对谈。啊，什么是雕塑呢？咱知影伊内底做的拢是雕塑。伊吼，伊即个主题叫做好生活，好生活。到底什么是好生活？咱知影好，就是女孩子跟男孩子嘛，女孩子跟男孩子有男有女。就是好，其实好的定义有真多，好的定义真多。若是讲从字面来讲，好女男女都那和谐就是好。男女就是阴阳。那你咱的中国的，伫中国的迄个传统内底的易经内底出来吼，为阴阳四象八卦哦上好。其实伊咧做的这个物件，吼，伊头先讲的是董聪的，董聪有一条歌啦。既然是去董聪台讲，我就先讲什么叫做董聪的吼。董聪就是同学，你看我两个敢无面啦吼，吹小面皮吼。其实差足济啦，我70几啊，伊才30几尔，差一倍以上。其实是安尼吼，因为伊有做一组的物件叫董聪的。这董聪的迄阵吼，伊看到伊的这個雕塑的时阵，互我想起到我细汉的时吼，无物件好食啦。即摆若有一个同学要一支吉他兵，我就讲拜托，我试一嘴，互我试一嘴吼。我若试一嘴了吼，别个同窗伊嘛是讲要试一嘴。所以一班的人拢试过啊，拢爱试过，拢试过。试过了后，迄个时阵我即摆甲阮孙讲，你若讲吼，较早拢是吉他兵安尼规班试一支啦，卡无卫生，没有卫生，阿公没有卫生，那个传染病嘞，还有传染病吼。其实无啊，我嘛食到大苦吼。阮这个1947年出世的这个年代吼，迄阵足快活，生活足快活吼。所以买啊，我就想讲，看到伊这个董聪的这个物件，我就甲写条歌吼，整首条恁听，你就知影讲，这个雕塑甲歌是怎么结合，我是安尼想吼。当中亲像亲兄弟，做阵唱水杯，有心嘛会小壮志，伊也免为阵输一支。人讲拍好的亲兄弟，小少一捆汗珠，有时去偷钓鱼。嘛有时伊斗阵念歌词，这是歌啦吼。你看，咱头先讲哦，雕塑什么东西？雕塑就是雕的刻嘛，刻。塑是堆叠嘛，就嘛是简单嘞吼。所以你看，伊是透过土，了解未？
真好赚钱，用土地都通通卖钱啊！你敢知？佫袂遐珍贵，所以莫过好生活嘛。伊过好生活，大楼，佫有别庄，还佫有啥物园区吼？啊，伊物件是，互人真欢喜啊！所以他的这个好生活定义就是讲，生活伫迄个年代内底，咱足朴实，心灵充满的诗情佮欢喜啊嘛足。看咧足快乐吼，啊！所以你看伊个，伊所点出来物件，大家拢足跳，拢足趣味吼。啊，啥物叫做诗歌吼？头先我唱迄个歌啦。伫个毛迄个四大序里面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志啥物意思？就是讲咱每个人面对社会，拢有一寡家己个看法，志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啊，用个。语言、甲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迄就是诗啦。啊，诗咧，诗就是咧讲出一个作家，伊面对社会，还是面对事情里面所产生的一些观念、观念，即观念吼。啊，所以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啊，还听闻歌，嘛听闻唱咏诵，你甲唱出来就是诗，就是歌，歌吼。啊，所以我买啊就是。专门用诗歌来传递台湾文化，所以我写过两三百条歌吼。啊，所以两三百条歌以后咧，我想讲，这个余登前先生吼，伊大师啊吼，啊，伊个物件甲我小时候生活非常的贴切。啊，这个非常贴切，我就用我的方式去来呈现出来。你看这首哦，《风景中的童年记》，这是国语吼，你讲圆圆圆圆。童年圈圈圆圆圈圈吼，就讲咱咧一般来想圆满，鱼是个意象，一些意象。写诗吼，它必须要透过一些意象去传达你内心的那一种思想。啊，意象就具体的，互人模糊的。啊，抽象的物件落模糊嘛。咱若像咱的传统诗里底啊，静夜思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床、月光、霜，拢是具体的那个意象，都模糊的。啊，思故乡是一种乡愁模糊，所以用具体的意象去呈现出你抽象的一种观念，这款物件就叫做诗哈。啊，所以我用圆圈，你看伊下骹嘛就圆圈咧踢球啦，踢伊石头啊啦，迄嘛是一个意象。所以我咧写这诗的过程内底讲吼，消失在甜蜜旋律中，因为旋律就是音律嘛，音律三要素就是旋律、和声跟节奏。哦，啊，所以你也看，我咧写的物件，唔是解释啦。诗是一种意象，也变貌的意象，就是讲它的第一个变貌就是意象，所以你要去查什么意象，哦，啊，咱的意象就是要足清楚，像咱讲词的意思一样，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你要写啥？断肠人在天，伊用头前这具体的意象去呈现一种消逝的东西，那让你有那种。充满了乡愁的感觉吼，啊，所以你看哦，我个尾啊吼，用不消失的记忆，记忆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往那讲，走刀苦，行包棋，严国家走去面，棋啊兵为定数一棋，哇，走刀苦就是滚轮圈呐，滚轮圈知影无？啊，在西塘啊苦啦，啊流汤苦吼，啊流汤破了，迄铁壳啊摕来滚轮圈，得摔个两下手。笨嘛吼，我你人脸够丑的哦。啊，迄走刀吼，啊，行包鱼仔啦吼，下围棋，养宝鸡嘞，养宝鸡走去面，哦，躲猫猫嘛，哦，你一囡仔家囡仔讲养宝鸡唔知，你话躲猫猫伊就知影吼。啊，所以这个内底就是讲，伊那边规日出只有当阵，他边个唱独钟哦，你听下。啊，所以这内底就是讲，伊所做的雕塑，可能是讲阮小时候童年的记忆。那这个记忆咧，非常的甜蜜哦，所以圈圈明亮这建筑哦，你看伊做这個、有，伊有做目镜，伊有做一支目镜，你知影吼？你有看过伊的物件？啊，目镜内底眼睛嘛是个意象，这个意象，互你会当去感觉哦，每个人拢有一个心境啊，心境吼，所以讲永不消失的童年记忆都是安尼写的。所以这个风景中的童年记忆是，我甲李老师吼。
因阮两个吼，即个真好诶一个对照。啊，所以我会当我看种个同仁之意呢，我先讲我是安那甲伊调甲伊做伙来做这吼。阮有印一本物件互你吼，即个物件好无？一张吼，一张内底诶，就是我咧讲伊讲个意思，你们在后面脑贴一张吼，即等互恁去读吼，就是讲。大部分我就把我跟他熟悉的情况用这样的方式，就台湾给他刮谣。哎，迄个时阵开始做台湾给他刮谣先。哎，我就是要保存，就是咱台湾的生活。啊，所以台湾生活吼，啊，就真侪物件，我拢必须要透过迄个歌谣，像头我咧讲咧拍干豆，你不拍干豆无？拍干豆哦，做干豆的手啊写上好。一张二天三步张四可能张后好天后走，把那茶车奔到，阮的甘露上街顶，用来甲你顶顶哦，你的甘露开天，逼做两边，捌听袂无？唔捌，那我来讲吼，这是我咧处理甘露，我将个俗语来写歌来滴，一张二天三步张四可能，吼、哦，啊把那茶无落用。才八十，当然袂贵。啊，但是咧，有人甲讲，哎、欸，老师，伊无一定咧。阮细个时阵拢用巴拉茶，巴拉茶较甜啊。啊，无唔对，这就是有地域性，就是讲有一块地方，伊有可能无迄款茶，伊就用巴拉茶去做吼。啊，咱做干拢知影，有一个味菜嘛，一卡会走，无嘴会好，我又一个物件，感动。你看，咱老祖先设计好啊咧。咱老祖先设计一个味菜，啊，互咱囡仔去钓，啊，甲讲，哎，一脚会走，无嘴会好，哎，去想啊，去想啥？他会去想象，迄个一脚是安那会走，啊，无嘴会好。因头先讲怎啊，会啊，吼，拍落吼，叫嘛，砰嘞，吼。啊，所以你若要看我的同源的影片，我甲你讲一下，甲你报一下，我就先讲到这，我甲你讲一下。我有一个大爱电视台哦，拍一个影片。叫做乐视美声录，伊个拍 YouTube 来滴哦，伊个拍乐视美声录，来唱囡仔歌，有四十八分钟，伊就将我的歌谣甲地形做连接，你等下再去看吼，来乐视美声录，来唱囡仔歌，啊你等下再去看这个四十八分钟，啊我安怎去连接，就是讲咱的歌谣甲地形甲咱生活甲同源做连接，啊所以哪里办公桌就坐去办公桌，啊哪里坐火车就坐去坐火车，啊就整个用影像做连接。因为这几年来，我参李老师吼，拢唔干那雕塑尔嘞，雕塑啊买个结合音乐，啊这音乐之后这影像，嘛是这影像的吼，啊所以内底咱咧讲吼，自然风景啊这种风景，什么叫自然风景？用八卦山啊是。OK， 伊就是自然的风景。啊，既然是自然风景，我来老大来哈，一个文件会副主委。迄个，这然后就是讲八卦山。你是要来讲这个话哦？啊，八卦山反正，哎，你跟八卦山也去，八卦山来考一下去，八卦山几个名？八卦山有几个名字？半山一个名，八卦山伫1717年叫做望辽山，过来叫定军山，过来叫八卦亭山，过来叫八卦山，过来叫半仙山。啊，这五个名拢有伊历史渊源啦。但我今日无讲这個，这后日拿来从我再讲来听。我从我的文学馆或者文学辅导，我想你讲自然风景就是讲一个山头，但是人文风景呢，像阮八卦山顶有做一个文学辅导。我们从1703年到2001年，把彰化县具备有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的这些作家的作品放在文学辅导，你讲过文学辅导也行，好吧？侬那那那附属的无去袂使，迄个八卦山有三个步道，一个是天空步道，一个是文学步道，一个是健康步道。我自己在伊个报道社会这个报道这个能量，但是呢。1999年开始做，我想不到人足少。你看，可能不了做好了吼，足侪人去。但是我这两天看了报纸，讲90%拢无爱去啊。谁呐？伊敢那行过尔，无啥嘛。行一届了了，无爱去啊吼。啊，所以就是讲，伊啊，但是我想不到，伊逐年拢有人来参观，甚至有诶，高雄诶市校规五六百个来吼，啊来叫我，叫我做导览，啊导览就甲用暂时当导览吼。
啊，所以人文风景也就是透过一些这个设施，啊，像讲伊做景观，啊，景观恁台中的景观真多嘛，你看伊老师伊景观内底有迄花妈啦，啊，有迄啥物迄个拍卡迄个或者念啥物啦，各地方都有。啊，即款物件就讲，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去想到过去的物件吼。啊，我第三点就讲艺术感动，就讲伊用个雕塑用个塑去做出一个造型，但是我用语言啊，我用语言，先啊，什么叫做艺术？托尔斯泰讲的讲，把你感动的情感，用你的方式去感动别人。啊，所以你感动的情感，就讲伊有他有所感动，他去做滴雕塑，做阿肥的，阿肥知无？诶，阿肥还袂来，阿肥讲要来。阿肥，我讲电话听。阿肥就是迄、那个。台面正的头家吼，等下我即摆讲一个即、這个即趣味先，阿伯来先来讲一下，较特别歹势吼。我一间去罗岗演讲，我细汉无条食，若有物件好食的时阵，就会手食，你敢知？啊，手食内底有一个俗语，讲肥肉一块伫咧煲，一块硬啊半路，一块目睭伫咧顾，啊听无？有啊。肥肉一块伫咧煲嘛，一块硬啊半路，一块目睭咧顾。伊甲讲，诶，康老师，我唔若安尼呢，我无你安怎？伊讲我一块吞落肚，一块嘴咧肚，一块眼半落，一块目睭咧顾。我无怪你比我大方，135斤吼，伊若趁来就伊讲要来，都还袂到。135斤，我90公斤啊。谁那呢？食物件若食紧，就大方。所以像我这大方的人，会食足慢。但是无法度呢，迄感念上，迄在咱的俗语内底，感念上，对无？你若跟老的人都知影感念上，迄情形嘛。啊，所以尾下我就写条歌，写条歌叫做《阿肥的》，我是安尼写：阿肥的，阿肥的真古锥，食饭饼甲肉肥肥，看伊跳甲嘴开开。阿肥的，阿肥的真平淡，做工去徛咧看。啊，讲到这，真破遐，肥肉一道伫咧煲，一道眼半路，一道目睭伫咧顾，变条歌。你若看伊花妈嘛是阿肥的，你做个花妈咪阿肥吼。啊，所以我咧讲艺术的感动，就是讲。当他有什么感动的时候，他可能去做一个东西。但是我透过了这个艺术作品，我会写出一首歌。所以来对吼，这个人来，这个看来对吼，较认真的，无这嘛干等下唔知。这来对有一个评论家，评论家伊有讲啊呐来，伫第二页上有讲，李桂伟讲伫私人本书来对讲吼，伊写我一篇介绍讲，打开艺术橱窗练诗歌，康延的。跨界创作中，伊是讲，伊讲毕卡索说吼，好的艺术家是用偷抄的，顶尖的艺术家是用偷的，这个东西的话，乍听之下比具争议性。难道艺术作品不需要任何原创性吗？只是依赖模拟即可？然而反复思索，不难发现毕卡索的抄与偷是另外一回事。嘿，伊所谓抄与偷吼，抄自然啦，咱知影嘛？大家艺术家就是模仿自然，是咪抄？啊，偷的是讲偷了精神化无的，啊，你将迄个精神转化成一种艺术的东西，吼、哦。啊，所以这内底就是咧写这个，我甲余登前老师伊的物件是怎么去联想，去感想吼、哦，这是另外一点吼、哦。啊，所以伫这个段内底吼，尾后我等下拢会讲一寡实在的啦，实在的吼，哎、哦，对，好、啊。余老师有一个经验讲哪呢？伊讲吼，伊拢为佚佗出世。啊，其实来到这世间，大家拢为着佚佗来，是不是安尼？你佚佗70年，啊，伊佚佗50年，啊，伊佚佗100年，无共款佚佗方式。咱假使若甲咱的职业，甲咱咧做的工具，变成一种有趣味的那个游玩，哦，啊就。就会感觉真趣味。啊，你若袂顺吼，你若为着工作咧生活，就真艰苦啊，艰苦。啊，所以其实吼，我咧佚佗的时阵，就是我细汉，即种走到个行包机，沿国街走去面，放风吹真趣味。咱为佚佗来出世，有时阵去矿庙，有时阵掠沙猪，阮嘛爱布地戏，嘛是跳蛋皮。咱知影，艺术是一种模仿，既然是一个模仿。小孩子在小时候的游戏就是艺术的起源，所以那个艺术心理学里面就说，
艺术取之于游戏，啊，这游戏呢，拄个囡仔，啊，囡仔上纯真嘛，伊今仔要扮娶新娘，啊，是要扮嫁查某囝，伊就会去做一寡物件来做模范，吼，啊，所以我将这个物件，在童年的岁月里面，透过一首诗把它写出来，所以尾啊，伊拢讲伊为一佚佗来出事，一真巧。伊走去佚佗，倒来拢要趁钱钱啊！伊看啊看啊，倒来伊就有灵感，啊有灵感，倒来伊就会当，伊就要做一个雕塑出来，雕塑做一个真慢慢做起来，真好谈哦。你看，伊家己，伊这个囡仔吼，这个就是余承前小时候的生活写照，写哪足皮，迄册包会一点清水，清水嘛是点咱的副作用嘛，恁差不多嗯吼。啊，我踮汉堡，汉堡都隔了一河流而已，大大可以南边甲北边安尼尔。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当的类似，相当类似吼。所以这个物件好，你若看到余老师伊所做的物件，有真侪物件拢跑不出这些铜碗的趣味，铜碗趣味。啊，这铜碗趣味不是讲铜碗，铜碗是记录那个时代，我们这个年代的童年生活，也是一种有钱的生活方式，就是讲，有安怎去生活，啊，这个囡仔用这个物件来呈现出来，哈、哦，哎、欸，走不走唔对，阮定困唔对，好啦，阮都搞，哦，这个未接好诶，即摆已经绝版啦，阮都搞捌一万块牙签，得，阮都搞哈，都搞，我细汉时阵，阮都搞，阮规波看未出来，我咧跪咧甲拜托诶，都搞紧出啊。啊，是啊，大狗有咧上泡香的，因为遐关节伊早就走出去啊，伊遐一空，遐一空，遐一空，吼、哦，我一摆参迄个谢志伟伫咧谢志伟呛声内底咧讲罐头啊，讲趣味啊吼，是安那咧，细汉的时候唔袂晓嘛，袂晓的时候，看大路空，啊，就去摕地果来啊，啊，就灌水啊，啊，灌水了，啊，灌水灌袂出来，啊，咱就讲啊，拜托引出来，啊，就拜请拜请大狗，啊，所以我是安那写，大狗大狗点赞赞赞香地。乌白装，开土坑来做眠床。美伫洞内咧西装，啊，阮上爱甲大狗耍。掼地鼓来灌水，将溪水灌入坑。看你要走去倒一层，毋是阮爱甲你来戏弄。啊，拜请拜请，大狗紧出坑，爽快。啊，无怕我。所以你若捌讲咧道家人吼，你若捌讲咧道家人，你若听我唱这歌，马上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描述。你中国文学内底讲赋比兴，写诗有三方式，对不对？赋是写了都写出来吼，比就是比象征，兴是兴。记得咧啦，我捌去迄个立法堂吼，啊立法堂。观光局要发展有滴人观光，啊，就叫阮讲啊，无恁一寡作家来踮了踮两工，啊，写两首诗好个。啊，尾啊，我去立法堂踮了，我就想到一首一搭扫个囡仔，一首叫《日头》，立法堂情歌。立法堂情歌我安怎写呢？迄个我想到哦，来写情歌吼，用个日头做查甫个，用月亮做查某个，用山做查甫，用水做，迄是我伫耍个过程内底我想到个。啊，想到这样，哎、啊，男女之间当然越好，就是爱甲写出有生命的东西嘛。啊，所以我买了安尼个写。日头的光，月亮的情，浮点日我躺下面顶，看前对面好光景，驶船日头心肝清，南投乡亲上热情，白白风，青青的树。鸟只飞过山尾流，潭边姑娘上温柔，烟雨吹笑微微，潭水目金丝丝，春天的时树啊摇青，秋天的时月亮上圆，阮常常到潭边，念出美丽的歌词。姑娘，姑娘，介意你，姑娘，阮真介意你。爽，前哥，前哥，好，我透过一种借景抒情的方法，把我想到掀起的那一种情感，透过具体的太阳、月亮、山水，把它呈现出来。
这就是性的一种写法吼。所以咱咧写物件是，它是有方法的，有方法的吼。啊，所以你讲灌毒膏啊，你看伊的雕塑，安尼有合的，真合，有真合无？你看我咧写，把他的内心想的东西都写出来吼。所以这是灌毒是基本物件，来，哎，我照起来，拢连着头来。头先我甲咱的秘书咧讲，伊讲伊足好个，吼，伊的名足好个。我台湾人，大家老爸老母拢会甲囝号名，像富啊啦、贵啊啦、啊安啊啦、平安啦，有无？啊，所以伊有一摆做一个富啊、一个贵啊、一个安啊，啊，伊讲富贵平安，这三个人代表富贵平安。啊，我讲来，安尼本来若要写一个迄个说明是。真简单就写，但我有无爱安尼写，我就讲，该构造一个故事。伊是安那呢？创作就是要把你过去的生活经验加上你的想象，用你的语言把它写出来。我是安尼写，迄一年也不话是好心，亲族我拢嘛真欢喜，有啊是好命哩，阮家有一大地赚大钱，过一年贵啊是来出世。真福气，翁爷厝啊五间起，富啊贵啊是阮小弟，平平安安过日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即个富贵平安，内底拢伫内底，吼、哦。啊，即内底即个，迄是咱想的哦。即、這个歌词伊敢若用富贵平安，但是咱要写第歌的时阵，爱有一个故事。啊，这個、故事。迄阵阮阿母生后生吼，啊，亲族拢真欢喜。你看哦，有迄个。下厝五间起，这人就迄个年代咧起过，起下厝都无意思了，所以讲，伫咧歌词本身的背后，它就潜存着一种生活经验，而且是写历史。所以你讲，一首雕塑表达他小时候的生活历史。我写诗歌表达什么？来，讲一下笑亏的吼。咱常咧讲俗语内底吼，俗语内底真正有真济拢有咱的历史吼。我举个例子来讲。六港不是俗语嘛？辛苦赤查某，娶到辛苦敬如天公作。捌听过无？六港姓施的、姓黄的、姓苦的大姓嘛。所以后你娶某娶六港姓施的、姓黄的、姓苦，你对伊较客气，袂到一个算账嘛。所以才产生辛苦赤查某，娶到辛苦敬如。捌听无？别的地方绝对没有。哦，这是鹿港特殊的一个谚语。阮漳浦有一个特殊的俗语。六港死了了，蛇头消一半，大春热热烧，黑湖雾飒飒，李林红半天，福兴凉一过，吉堂涨一档，捌听过无？六港死了了，迄个蛇头先消嘛，消一半，大春呢，来热热烧，黑湖是乌薄的乌，雾飒飒，李林是红半天，福兴凉。李尊主量一杯，跌断粘天两粘，降一档啊！你讲咱老祖先管处理就安尼用，所以吼，所以其实伫你俗语内底有这个历史生活的这个物件，我嘛有啦。火车要行是行铁机，10:10是到家己，啊家己查某是点胭脂，点甲是红叽叽的，家己查某点胭脂呢？板桥不是呢？火车要行你唔当叫。10:10到板桥查某帅哥叫，赶紧回来爸母来招。人点面子要袂用笑，是安那讲？我咧行地区会产生不相同的一种语汇，这就是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再举个例子，人常咧讲食饭配菜脯，欠钱找查某，捌听无？哦，我有一年写全新头家老板的这个或者传记，我问讲，你社会者吼，敢有食饭买菜某欠你出来？我讲阮遮毋是安尼讲，我无恁安尼讲，伊讲阮遮讲欠车油买副导，欠卖铺找查某。车油就过去车尾油啦，伊就过去西湖车，啊买蛮车尾油的做润滑油吼，啊甲要买车尾油的钱添的，伊要副导牌箱，日本时代有种叫做副导牌箱的，啊欠卖铺找到卖铺导铺就是迄个饲料嘛，啊要买饲料钱摕去找查某。我一年咧甲张宏那时做调查的时候，我去甲大城遐，我问讲，恁大城遮敢有欠车油买副导欠卖铺找查某这俗语？
伊讲老师，阮这毋是安尼讲，我无咧安尼讲，因为阮这讲七字啊，阮这较有水准，啊，我无咧讲我听话。伊讲阮这讲阿祖问阮安怎徛，逐顿食饭拢表扬，讲一夹唔夹豆豆啊徛，徛去阿祖遐食俩。讲阿祖做人嘛袂歹，就阮哩去饭店内食两颗啊青菜，叫阮老弟搁再来。咱听有啦吼。啊，迄、那个生活线啊，即、這个谚语内底嘛有，所以为咱语言内底去了解，所以讲要传播台语诗，唔是干咧教你台语尔，爱教你文化后面的文化的东西哈。哎、好来，有影欢喜，这是欢喜啦。咱讲啊，有影欢喜，啊，这那是做了伦美搞笑嘛哈，做了伦美搞笑。你那里欢欢喜喜，笑眯眯，冲落去。头壳顶揢一本囡仔诗，残花路撞过来走过去，有影真欢喜吼。其实伊咧迄个李老师，我内底有写咧吼，伊有影吼，影，伊个囡仔一个影嘛是影，啊有影无影，哎有影无，有影无，这是一个迄嘛。所以有影欢喜，买啊就是讲囡仔做甲足快乐，残花啊，残花啊，所以本来是雕塑，后来变成了哎。变成了一个，就是我拢讲的很多遍，在老饭店哦，来哇，就变成安尼，这人民国小的嘛，同样的小小的雕塑，变成地景艺术的时候，就变成安尼。啊，你看，细汉咧耍的时阵，唔是含囡仔、含狗啊、含猫啊，拢走，所以边啊内底嘛有迄狗走走嘛，啊，每个人拢感觉真好吼，啊，所以小小一件东西。咱咧讲艺术的物件吼，伊是伫感动之间啊去想象，啊想象过程内底，伊就当做出迄年代真正，迄年代就安尼嘛，大家拢安尼真趣味去做这代志吼，啊所以这是啊为雕塑转化成这个人伦地景的一种情况吼，这拢是你若伫人民路，大东西真正拢会看到余大师的这一种地景艺术吼，有无？连你怎么敢管？你现在都是安尼皮啦，伊都安尼皮，才有法当做出来做。伊若无安尼皮，决定袂做出来物件吼，是不是安尼？这就是伊新年投诉啦。哎，讲到牛吼，我最近写一本册叫做《俗语的歌》啦。我讲唱的比讲好听，所以我买来就嘛存心十一月存吼，我拄写好咧。我就想讲，要安怎把俗语这个物件吼，摕来用唱歌？啊、唱歌了，你就要咬，你就要知我唱的是什么意思哈。咱、知影牛延伸来俗语，啊牛牵到北京嘛是，对吧？第一句哦，北京没有，讲一下来，牛牵到北京嘛，你讲啥？你讲啥？百姓难以没有办法教化。北京是个有文化地方，现在牛牵到北京，回来还是一样的哦。来，一只牛贴什么样皮？北京会不？哦，你讲啥？本来牛是两倍，你拆成两倍，被剥削了，是不是安尼？一只牛拆成两倍，过来，零牛皮袂使叫牛尾，捌听过无？零牛皮袂使叫的，牛若无禁皮，你家叫讲，伊要听你无？绝对不听你嘛！哦，所以你做代志、做事情要掌握重点，或者零牛皮袂使叫牛尾，哦。啊，过来咧，坐牛打无笨，坐人无当困，捌听过无？能够被牛体打掉去嘛？啊，所以，假如哦没有牛的那种生活经验，你都唔知道我咧讲啥吼。啊，即个对，牵牛、遛牛、练牛片、牵牛手，装卡囡仔免惊无，欠欠啊惊，过来做年冬冬好。你捌饲过牛无？捌饲过牛无？有啦，我细个时阵我饲牛，我拢徛喺牛面顶，啊，牛吼会爬起，你敢知？啊，我拢把牛手啊提伫咧巴肚诶。啊，牛呢，白个了，伊就拖去走。哦，迄嘴甲都大空细哩吼。啊，这个就是牛吼。伊等后半段我要讲，我先讲吼，即等要讲一寡迄个雕塑的物件。看海，海狗囡仔爱看海，一日看真济摆，看到乌云飞飞西，看日头渐渐要落海，期待搁期待，啊，把赶紧倒转来，掠着海鱼落顶来做啥？你读小学的时候读过八百捕鱼记？怎么还不回家嘛？不过，但对我来讲，就
有当得了这个，有当就表示老啊啦。哦，所以其实那就是从那个客户里面转换过来的，拖过来的，客户里面的那种意向，然后透过台语哈、哦，开口跟他看，伊是看老爸阿无回来啊，啊你看伊飘到我们这里边啊嘛，而且你看过来看乌云飞过来吼。因为我的诗歌大部分都是生活的情况，像我细汉吼，你知影阮兜炒菜无？啊，细汉人人阿问我，恁兜有种偌济田？我开遍海拢分的，是啊，海也无计，无，拢无分过嘛，那一区嘛，啊嘛无要采着登记啊，大水来来冲的了无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尾啊，我就写滴就炒我的歌，阮兜一块地。看茫茫，看茫茫，一代传过一代，一块地是阴兼水，种得苦出乌水，用红花甲白干来压肥。红花甲白干知无？你去掠蚵仔吼，会抬甲大红色哩流血，啊流汗流汗嘛，啊所以用红花甲白。炒有两种，一种是炒有机，一种是钓有。哦，啊，我咧黄金食蚵仔，我拢炒。迄阵炒有机，有机讲咧黄金叫珍珠哦，你们叫做七个黄金指数，叫黄金，有无？黄金有去登台对不对？哎，就我甲你讲黄金的生态吼，黄金北边有一个红树林，知无？红树林里面有两种鸟，知影？一种是白灵犀，啊，一种啥？夜鹭叫啥？暗光鸟。啊，暗光鸟来飞出去。电视飞动啊，白电视飞动，暗光飘飞了，所以我尾下就写暗光鸟，暗光鸟三更半暝呱呱呱呱呱，两米目睭发红光，两米目睭发红光，含苞远做眠床，大船头好西装，暗时掠鱼实在真好耍，日时的暗光鸟困惦白电视一日装，生态咪咱转做，所以咱要教囡仔就是讲，你如何？把一些这个语言转化吼，我定爱到一个地方，你得看我嘞吼。咱加一些当时，抽当时，捌听过无？来，咱来讲一个绕口令。去当时，咱当时，去当时，来预备嗨。去当时，咱当时，去当时。伫当时公司抽当时，伫当时公司抽当时。入当时，入当时。狗挂目镜，吉言头，迄只狗要变成白尾仔狗，啊，开始看我唱哦。树顶一只金丝猴，挂目镜吉言头。喜人树下的白花狗，金丝猴上爱吃扁豆，金丝猴上爱吃扁豆。树下迄只白花狗。去到汪汪后，阮小弟惊一个大声哭，哭声惊走狗甲狗煞。好来，就讲这個，家己海边，看汪汪海吼。迄阮汉堡遐有海岸嘛，啊，阮就是徛伫个海岸嘛顶，啊，看，迄搭。黄昏的时候，鸟飞回来，啊，黄飞回来，情景交错了讲。海鸟一只一只飞过来，乌云一堆一堆飞过西，
春天流水满满，海绵绵，海甲甜，亲像是相思。热天星一粒一粒闪闪烁，海底有人在掠鱼，海底有人在掠鱼。咁我头先咧看海，接另外一个创作创作吼。所以咱咧讲就讲，哎，其实同样一个环境里面，一边创作出来物件，你可以用你的思考画面啊去做处理吼。这是，哎，我咧来讲个来，这里哈，恁咧讲，恁咧听叫办正高堂啊，知无？诶、欸，即个对话正到他吼，对个对话有诶正到人来吼。啊，即个吼，徛徛起个爬山仔吼，即个咧咧用脚先爬上来，看卖下。徛起个爬山仔，人观察伫高兄走第一，小弟啊真欢喜，阮用开力踏落去啊，踏落去。点点滴滴的亲情，心甘情愿上欢喜。阮用气力踏落去啊，踏落去。阮遐是听你爬山吼，阮以前也无咧。阮吼拢伫后壁迄个后壁绑一支扁担，一只啥物白扁担，敢知？绑倒较袂去跌着，对无？啊，你即摆敢有咧徛这？拢无啊，即摆拢三点咧，然后靠你徛吼。啊，所以这是过去吼，啊，咱今日要大囡仔在耍吼，阿姐吼，哦，这拢伊咧伊细汉咧耍的吼，这拢细汉耍。好，来，这就是动创的吼，动这图书的吼，其实就是头先我咧想的动创，亲像亲兄弟迄个物件吼，因为吼，因为无互李老师讲起嘛袂使吼，来，想起来，动创，来你，动创亲，来，动起来，预备，嗨。就亲像亲兄弟，做阵掺水味，有时嘛会小创治，今日规阵输一支。人讲拍好着亲兄弟，烧酒骨汗钱，有时去偷钓鱼，嘛是斗阵念念歌词。这到底久吼，我拢会传念着呢吼。来，咱讲，哎，一个米菜啦吼，拍开一粒花，收来像菜瓜，你讲啥？雨伞嘛，对不？啊，雨伞既然是菜瓜甲花嘛，啊，所以我就风若是吹，阮就想要飞，好无？飞上天，飞向月亮仙姑边，飞入云，透早困到黄昏，鸟若飞，阮就来揽雨伞花，你捌揽雨伞花无？八个人火山火哦，哦，火山两火哈。好，这内底咱就是月亮啦。讲到月亮，我就想着讲，哎，细汉你捌甲，互恁老母讲，哎，袂使用种咱去记月亮，无月亮看影哦，捌无？啊，是安那？恁老母甲你讲安尼？你敢知影讲咱的老师大人，为啥要甲你讲，袂使用种咱记月亮，无月亮看影啊？你拢无想过着？其实咱的教育吼，拢伫咧故事内底，啊，咱拢不知不觉。咱台湾人就是洋洋对拜，老爸老母叫你拜啥神，你嘛唔知你拜啥，就托拜拜拜就好啊。哦，叫唔知唔知你拜啥嘛，哦。啊，所以其实是安尼啦。咱讲袂使祭天，袂使土地嘛，啊，袂使祭月亮，这是对大自然的尊敬。哦，啊，所以自从阿姆斯壮去遐月亮甲踢上了月亮之后，这个传说故事都袂讲啊。恁若无，恁嘛无去啊，囡仔讲袂使去遐祭月亮，无啊嘛，都没有嘞。所以甲拜只歌。月亮，月亮，月阿姨，是我无小心用手机，请你千万莫生气，唔通夹到挂我双边耳，唔通夹到挂我双边耳。嗨，甲伊唱歌了了，讲这个对自然要尊敬，哈、哦，所以有很多转化，所以我有写迄个什么动物歌啦、植物歌啦，啊，节庆歌。想到唱到节庆歌听，唱歌较趣味吼，唱就讲到听。节庆歌是安尼吼，我细汉人跋倒，舞过来扭起来，拍拍咧，无惊无惊，惊伫脚趾拼，用土瓦食咧，用土瓦食咧了吼，即摆暗时来困袂去，伊就来拖迄个或者手巾布啊，啊手巾布啊，就摕金、摕香、啊摕米、啊摕衫、包包包包的，啊黏黏黏黏黏黏，啊就穿衫，啊有时伊个人惊着无代志，吼，啊我尾也想讲，诶。
这个手机恁北极手机也收，北极手机，即马较无咧收啊吼，即马有电子嘛才收机啊。啊，就甲我就拢好，安尼记录，因为是收机，我后日会当对外收机，我去知影讲安怎收，我是安尼写。天晴晴，地灵灵，收机簿啊，徛踮你面前，收金摆点心，倒好顶阿婆为你来收机。唔惊唔惊，惊伫脚趾拼，阿婆收惊收利利，互你去无惊无代志，互你无惊无代志。暗暝困互落眠去，暗暝困互落眠去，到那咧肥嘛袂醒，含眠也过念死。暗暝困互落眠去，暗暝困互落眠去。到那咧飞嘛袂醒，含眠也过念死。天青青，地灵灵，收惊簿啊，徛踮你面前。收金摆点心，倒好点，阿婆为你来收惊。唔惊唔惊，惊伫脚趾拼，阿婆收惊收利利，互你去无惊无代志，互你无惊无代志。其实哦，今仔义务中心叫我来，我是过来为恁求惊者嘛。因为一间哦，我伫台中咧讲的时阵，迄个什么树山，叶树山哦，哎，伊讲老师，哦、我昨个义务惊着，你今仔收收，我叫我收快乐的啊。我伫台中无哪叫要讲的时阵，伊是做局长，做书记吼。好，啊，所以像这物件吼，就是讲爱好好啊。哦，未使，等你告诉，未使不拖吼。这饲牛啊吼。看汪汪的青草坡，羊仔温存讨照顾，休困的生活上介好，烧酒赶紧去佚佗吼。来，大头，咱讲大姨，我见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对吧？但伊讲大头的，大头一个做小怕唔认输，夜得过弄金箍，提胶片啊断水牛。你捌做这代志无？这拢细汉你咧做。都是大家做的嘛，伊拢安尼做嘛。啊，所以其实国语、华语内底有华语的写法，啊，咱增加，咱就增加写法吼。啊，咱希望讲会当会了吼。啊，阿土，阿土呐，咱咧台湾人咧号名阿土啊，阿土啊啦，什么水鸡啊，像足济吼。阿土阿土，头壳壳，身骨骨啊，碌碌碌，阿土阿土，身闪闪，掠水鸡，捡田螺拢袂难。这细汉拢伫咧做工去。阿土咧看人，亲如青仔掌。目睭结微微，嘴也开微微，徛伫石头顶三加六斤，三加六斤知无？三加六斤知影无？即以前你拢袂晓吼，代志吼。哎，对 对, 對，三七八万吼，姿势吊骨面，唔惊别人惊吼，这是这种惊吼。啊，这个弄吉利啦，恁讲吉利讲啥？吉利啊，古人讲啥？暗摸找对。哦，对，哦，听听听，点点听，今日吼甲真大声，你做咩啊？给我听，阮人诶，这个个地，无法度念到这个个，看树仔顶看透透，阮做点你肩胛头，大来搬细来搬，直直流，想要掠这个一山搬一山，掠拢无免做，哈哈，这个有人讲吉言吼，吉言，迄个廖汉祥是讲今日吉言啊，吉言吼，廖汉祥讲吉言，吉言。厝鸟啊，知无？啊，厝鸟啊，出甲老四过桥，树顶树内互互着，一只鸟啊，挂落阮丈尔，摔一个半小时，找袂影尔，妹，赶紧捡起来。肯定阮手内，伊看东，阮看西，乌鸟嘛对阮来，去伫医疗知啦吼，看甲嘴啊里塞塞，毋知啥物代吼，伊在鸟仔底下看，这是东西，全是他的那个雕塑作品，就是讲。他做出来的一种情境，我用语言把它呈现出来，这是个单单哈。啊，这是做条片哦，图书馆哈，面顶迄就死啦哈。啊，伊顶下就是伊去咧海外，我去做一个讲哈，在读一下班嘛。我从迄、那个春夏秋冬，从四季啊，伊读书乐嘛，伊去图书馆做一个雕塑哈。往澎湖的春天，翻书微风。陪浪花舞动，云静静凝视海洋。这春天、哦、夏天的黄昏，打开书本，
新型的师傅，所获的情人的倩影哈，就怎样师傅，迄个师傅，这是景熙的哈。来，午后的秋天，阅读张开翅膀的诗集，天能及笑脸迎人。冬天的晚上，海风阵阵呼啸，彭母的梦衔出甘甜的滋味。嘿，迄阵因都歪歪写台语，讲写华语较好。无我是讲写台。啊，先生，跳水，啊、哦，跳水来。讲到水，目微微，想到水，嘴开开，啉一嘴淡薄仔水，大地时来跳水，唔惊死，唔食亏。跳，诶，大天跳水好解气。哦，这那咱即摆讲，来，我阿兄来。你们知道有一种姑婆鱼吗？啊，是咪？咦，吱吱吱，对吧？咦，吱吱吱。哦啊哟咦，为阮抓日头。哦啊哟，吱吱吱，为阮挡雨滴。一年抓了过一年，风风雨雨过三天。湖山有情，搁好有义，陪阮渡过山车的囡仔时。你捌细汉时捌用过迄个去做雨伞，然后捌穿过迄个中美合作迄款内衫的手，加中美合作好表健重四十公斤，捌无？唔办哦，哦，恁种少年，你办吼？我细汉咧，迄内衫，迄条迄牛仔啊，拢加一下就来中美合作双手握的啊，这个物件吼。啊，所以我算钱。其实是透过姑婆姨在描述小时候那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讲一旦看到这种样啊，穿皮鞋吼，我是海口人，穿皮鞋无轻松，请你来帮忙，请个代志问啊，我给你讲一下故事。小时候我四年的时候我代表阮汉堡国小去做演讲比赛，啊，那时候当家啦，啊，老师讲，你要演讲去上海爱去买上鞋啊，啊，阮老母就去借钱去买上鞋。阿边人去报道遐吼，去报道遐演讲，我穿套上穿件，穿到我咧演讲了，煞袂行路，结果迄个遐什么，扛起来绑一只吊带，你知影偌艰苦，现在为着要去演讲，去做这代志吼。来，即马来要讲公民是不会讲的吼，就是讲，遮雕塑的物件。到尾啊，有做真侪公共艺术，啊，即公共艺术，伊透过即个物件，啊，要安怎来诠释吼？来，我你讲啊，我袂使拢讲了了。继续讲我感觉讲我的作品吼，透过康老师来甲用同事来甲诠释吼，更加的生动。有时候我在讲，就是说，雕塑家，大部分都是说很会做，但是要讲哦，比较不会讲。啊，有诗人，透过诗人的一个诠释哦，更加的一个深入，而且更有文学性了哈。那有很多的一个公共艺术，我也就有构想，做完作品之后，那请康老师帮我再做一些诠释一下。啊，经过他认识之后哈。我觉得那个作品的那个深度哦，更棒。那这个作品叫做《晨曦》啊，是在高雄那个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公共艺术啊。这个也是因为这几年我都做了一些公共艺术，那我在想就是说哈，这个难得有那个机会，很棒的一个那个景点啊，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那里哦。我都在想，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地点买不起，就做自己的作品去把它占有。所以哈，这个刚那个作品叫晨曦啊，这个叫读书乐哈。这个是这个理念当然是一般这个是就比较官版的啦哈，就是说要去公共艺术要去招标的话哈，那写的啊其实哈。康老师刚谈的那样的一种用动冲的吼来诠释吼，更加的那个比较吼，那个比较那个长明文化的感觉吼。
那这个作品是童言在惠文国小我们都知道公共艺术，那公共艺术有一些是它已经既定的，就是说，我这个设置地点要在哪里就是它要在那个，那个围墙所以在围墙有时候在想，就是说要如何去把它创作一些作品那我把它弄成是作品叫童言这个都是钢板啊，钢板镂空。那这个中间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用亚克力，那还有跟那个学生的一个彩绘，就那个学生他画那个上学跟下学的放学的那种感觉看他看到什么，有的是看到车子啊，有的可能是他想画什么都可以。那画完之后，在整班里面，我就选几张可能跟我的作品可以做结合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这一个作品叫童言，那一样的一个作品，那个是晚上的感觉，这是白天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公益书它透过灯光，会呈现不同的那个效果。谢谢。这个是在西燕高中那这个也是图书馆。那图书馆我当初在想就是说，图书馆应该是藏很多的书。那以前看那个小时候看布袋戏，说有一部书叫做《无字天书》我就想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图书馆里面有一本《无字天书》的话，那一定很棒那后来我就想就是说，做一本很大的书，那里面是用两块镜面的不锈钢，那打开来，它把这个环境周遭的东西都把它那个印在这个里面了，那不管白天晚上它一直在变化，甚至刮风下雨它产生都不一样所以这一本书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一个景观的书。那还有一支笔，那支笔是把它当成椅子里面晚上也是会发光，就变成是那个街道的一个家具，用书跟笔来在图书馆的外面也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一个家具这个题目叫做天书神笔笔神那上面有一些马赛克的也局部来这个是我在云林那这个在仁美国小，那仁美国小刚好这个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地方，那刚那个五羊华裔那个是在校门口这个在转角的地方是学生放学的时候，就是另外那个安亲班的车子会来接那个学生，要到安亲班又去另外再去上课。那我觉得就是说我那个以前我们一放学的话都跑到田里去玩，跑到小溪去抓鱼现在小孩子那个毕业之那个放学之后还要到安亲班去上课，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把它做两个对照的，一个是在这个底下这个左手边这个他还拿小提琴，他还有画画的东西还拿了很多的那个要去上那个特殊才艺的那个道具那另外一个叫跑到那个云朵上面去玩那两个有一个对话性那我想就是说透过这样让那个父母亲如果说有机会看到，看有没有对这个作品有另外一个想思这样那这个作品是勤益技术学院的一个公共艺术我是做那个那个松果那个飘下来的那个种子那个上面也有很多的诗那个叫智慧的种子。接下来，对对对，这个也是做一个社团。那这个是在大肚山有一个叫做柴油车检测站的路口意象。当初因为这个经费不多因为我化解就是说那个是柴油车，就是那个货车货车那个排气管都很长，那我就想就是说用那个排气管来做一个那个装置
如果意象的一个感觉。那底下这一个是一个风箱，因为那个大肚山那个上面哈、哦、风很大，我、哦、那个冬天的时候风很大，啊，我在想就是说，哎，那个汽油那个车子也是排气管，它就是会响会叫的嘛，哦，那我就想说，通过一个风箱，然后风吹进来之后，那个上面再装一个那个哨子，啊，风如果吹，它就会有那个哨子的声音哈、哦，会响哈、哦。那后来他们说，哎，老师啊，那个声音那个把它拿掉哈、哦，因为我们这里要经过坟墓，晚上这样叫的话哈、哦、不好，所以哈、哦、就没有再装那个哨子啊，这个作品叫做《气的乐章》哈、哦。哎，所以有时候这个跟环境哈、哦、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环保型的叫《气的乐章》。那这个是在国安国小的一个公共艺术，叫做秘密花园哦。其实我做的作品是这一件，啊、哦，嗯，老师讲哦，哎，校长讲，哎，这办公室啊设计一下吼，啊，就帮他们在设计，伊讲啊，无你嘛要办公室做一下安尼吼，啊，买两支葱啊吼，送一斤猪吧，就是安尼。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吼，哎，刚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吼。啊、可以去做一个表现、哦啊、所以这个亏本没关系的，反正就有机会可以表现一下哈、哦。好，哎、啊，所以这接下来就不要再做这个那个秘密花园了、哦。我做刚刚那个小孩子、啊、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一直延伸到那个墙壁、啊、那个墙壁有5层楼的高、啊、他是看着他的影子在做一个对话，就是他的一个内心的。小孩子他内心的一个写照，但他是想什么不晓得，但小孩子他自己有他天真的一面哈、哦，那个叫秘密花园，那这个是张惠熙在沈山国小哈、哦，沈山国小是一个空军子弟哈、哦、的一个学校啊，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小时候、哦、有时候会拿那个竹竿呐、啊，甚至木头啦、啊，自己在造一个飞机，哎、啊、一排小孩子就可能就坐着飞机在那里跑哈。哦，这样的一个，那这个是上石国小的一个公共艺术哦，这样顺着字头，顺着，哎，顺着，那这个是凤眼记，这个康老师来讲一下，好来，哎，今天请读者俩哈，读者第一个凤眼火车站，您的火车怎么样？当他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有一个大米爱小米，小米爱大米，咱知影以凤园就福禄都进。葫芦涧是河流嘛，吼，那这样，一个地方的水文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物产。你是讲阮种，阮咱知影，咱问一下吼，请导一下，咱中部有一条河流叫做乌溪，你敢知 ？OK， 活动你敢知 ？OK， 活动，唔知啊，真系啦，咱拢袂去研究咱台湾的迄个历史。乌溪其实伊是116.75公里吼。伊的上游是北港溪跟南港溪，啊，交汇在甘马兰，甘马兰老爸快宽这段叫乌溪，哦，啊，快宽以后有4条河流汇集在乌日，啊，流出去叫大肚溪，那4条，白鸭溪、大里溪、乌溪、马路溪，在乌日流出去叫大肚溪，啊、哦，大肚溪，哦，啊，大肚溪尾有一个土革枯港，侬知？土革枯港。你拢知影水利港，拢唔知影土瓦库港。以前伫1700年左右，遐有一个渔港，叫做水利港，有一个山港叫土格库港。啊，迄阵鹿港、土瓦库港、五车港是中部的贸易中心。哦，啊，所以我咧讲就是讲有很多东西吼，咱来了解迄个河川，像咱台湾的河川上长的哪一条？鹿水溪偌长？真好，啊！你咧关这条水拢无咧讲。其实吼，今日是186公里啦吼，啊，咱知影迄个这水系吼，因为我乌溪我写过两本册，一个寻找乌溪，一个叫做乌溪的交响乐章。那寻找乌溪就是长眠沦落出来，迄、那个刘欢咧出来吼，咱知刘欢拢出台湾册，出到全都掂。另外，产品拢啊多点嘛，无咧卖啊吼，啊恁两个找无，啊我写迄了以后，就去拍一个宝岛彩虹，去拍一个电视，啊拍去外国咱的华侨，
啊，尾啊，迄、那个《中国时报》又叫我写的《乌溪的交响乐章》，所以一条河流，我透过有形河流去写无形的文化啊、哦。所以你看，伫乌溪两岸有几个书院，你敢知？大，迄、那个鹿港有啥书院？文开书院、何必啥书院、道东书院、大渡呢？黄溪书院啊，草屯呢？登岩书院啊，彰化有白沙书院，园林有登有先贤书院，啊，这书院在做啥？私立学校。那怎样？1723年彰化建县的时候，我们的县立是从大甲溪沿到虎尾溪以北，这段拢是咱彰化县，所以台中县、彰化县南投县跟惠民县一部分，拢是属于彰化县哈。啊，迄阵1726年那盖孔庙。作为彰化县府学、哦啊，所以我咧讲意思讲，你黄丸那个地方，葫芦墩郡养活了葫芦墩，哦，啊，葫芦墩遐就出米，啊米，伊个米真好食，因为有伊个水真好，所以因就糕饼业真出名嘛，糕饼出名哈、哦，啊，所以当他要做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设想说，哎、欸，既然米跟咱有关系，咱会知有一个节庆歌。正月正，请兄西入大厅。二月二，太子公来写讨字。三月三，桃仔李仔停斗当。四月四，桃仔来了李仔去。五月五，饮春果满街路。六月六，啊六，直接拍六档。七月七，莺莺乌咧写柳饼。八月八，咧烤土丁咧馒头。九月九，风吹恁拢好；十月十，汤酸就煎鸭；十一月，年头边咧人烧鱼；十二月，太子公来过年，对吧？这文章的副书会带来一个，我就想唱。咱台湾人都有迄个节气歌，啊，所以我就用节气歌来解写吼。用节气歌说来，你看，哎，来有无？来解写。解释，正月正车头人下归大厅，啊，谁那伊做车头嘛？我若讲正月正车驾驶的大厅，那唔对啊，吼，对不？啊，所以我就讲，哎、欸，既然是这个，因为我们要变，就是说我们曾经有的文化不是全部照抄，你若全部照抄，无意思啦，啊，就是讲全照无意。所以正月正车头人下归大厅，二月二春风吹来雨水滴，这个时候讲季节嘛，哦，啊，三月三。红丸小米爱大米，因为伊的雕塑是小米爱大米，大米爱小米。它的雕塑是做一个米粒，然后有小朋友在上面，对吧？哈、哦、啊，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把那个节庆歌来套在里面，来把做一些，所以我套的嘛，用拖的哈。艺术创作有很多的东西，它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的想法。你给他们设计一个物件好，啊，要做一个迄个雕塑也好，你要安怎把在地的历史、人文、文化放在里面，然后呈现出来的，可能感觉讲，哎、欸，这个有本土味，有本土的味道哈。啊，所以你看嘛哈，来，咱讲五月五，肉粽真香，龙船糕，啊，从经济八年前拢就迄阵，那季节性的东西啦。那我们既然在讲米嘛，我们要把季节的标示出来哈。大暑、小暑、米暑哦，迄、那个季节，咱六月那个时候就是大暑、小暑这个物件。啊，咱除了这些歌谣以外哈，咱那怎样啊？我用文下来讲哈，咱台湾有寡歌谣，七里啊歌，好不？咱细的时候讲，乌娘穿裙无穿裤，乌狗穿裤结大肚，要带乌娘去散步。卡棍啊，生者曹伯，捌听话无？乌鸟甲乌鸟在讲啥？乌鸟甲乌鸟在讲啥？哦，阮那个当然太太来了。迄个乌鸟在咧讲啥？乌鸟是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穿裙无穿裤，啊，查甫囡仔穿拖结拖拖。迄个时阵吼，查甫囡仔穿拖拖，啊，要带乌鸟去散步，即、這个查甫囡仔带查某囡仔去散步，啊，卡棍啊，生的坐踮草坡顶。会记哦，乌鸟穿裙，来，再念一下来。乌鸟穿裙无穿裙来，看小姐，来头先坐来。啊，恁头家咧，迄玻璃庙的头家娘啦哈。
开入港玻璃面头的，你讲不了，干什么在打？我已经讲不了了，来，啊，你老板呢？然后这边老板来刮一下，哎，哦，绝对，哎，啊，因为咱咧讲，我咧讲意思就讲，其实咱的文化是有连续性的。你看哦，咱偌好是1732年，伊就写成相思歌。伊相思歌哪写呢？前日光辉的君，怎样吃温存？害阮心头内面呀，不哩乱纷纷。饭啊，咱吃茶咱吞，困啊，袂安稳。怎样真个想袂出？敢是为思君？用飞来飞去讨万分，梦是无准算。既然两人相依爱，哪惊人议论？几回定伫公园，时间拢无准。黄昏等到七七寸，终无看见君。风凉路冷，艰苦忍，健心来去困。相思歌呢？相思歌呢？伊咧写两个一个查甫囡仔咧。一个查某囡仔等，一个查某囡仔等，无暗晚的。你我意思就是讲，为七里阿歌，甲这个叫做啊，偌河相思歌有变化。所以偌河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伊是伫1932年开始咧写台语诗哦。啊，我意思就是，赖河的文学作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就是批判封建迷信；第二，伊就是抗议性很强的作家。第三，伊是台语文学的奠基者。所以咱今麦来讲偌好，伊就台湾新闻啊自由吼。我意思就讲，讲为了七里啊，为这个这款七里啊歌的改造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捷径歌的改造好，拢是有那个程序的东西。啊，到尾啊吼，我尾啊本节叫做爱情干嘛点？爱情干嘛点？哦，伫我册内底，都有吼。后来你有编一篇迄个。林建龙的野味，野味知无？咱讲家花不如野花香，野花不如家花香，捌听过无？你看人咧，有时阵查甫囡仔总欢喜，查甫拢会歹世界。伊是安尼写吼，讲对伊我毋是无了解，你经济又阁歹款待，我一日出了厨房几落界，生煮希望吃炒青菜，豆腐味素卤尾来。桌顶色彩拢是用心摆，你煞愈食愈化胃口歹。讲对你我毋是无了解，你食碗来羹碗外，山边的野味胜过家庭菜，有歌有酒，风神自在。虚伪的应酬，嘴讲你无爱，若无三句，你敢要转来？讲对你我毋是无了解，你前世是猫我嘛知，爱食鱼出你完全拢无解，一生偷食是有几解？一旦被你啊正人知，啊是你做起来，免怪我厉害，已经不是男性的世界。好，来，咱头家来，咱头家，来，头家，哪只啦？哦，对，文体的流变，为七里阿歌，甲偌河相思歌，甲即卖台语诗，是一脉相承的。你看咱是录完相，伊咧写景色，你捌听伊景色无？逐天见面一笑，等一笑关联前因。正人门前真笑容，笑中含泪心头松。伊个情诗是咧写外遇诗，我也是咧外遇诗哦。有一首诗叫做《景色》，啊，伊都未使讲的吼，都不能讲的，特别的事实哦。你若看，我伫个爱情干嘛？特别有别这物件吼。啊，所以我头先讲，像这吼，爱开始甲改，甲大树砍到连连满头的是白话。八月是咧挽土豆嘛吼，啊九月到秋风，风吹拢总好。十月则冬瓜糖酸落煎合，十一月年头边人人受益，十二月独步步行过山，过新年吼。所以，咱也知影讲，过年到啊，我咧写新年过啊。新年也未到，大大细细想放炮。新年一到，大大细细放大炮。啊，笑声归客厅，啊，新年恭喜喊大声，迄就是即个新年的歌嘛。是安怎呢？过去的新年时阵哦，还未到时，阮咧小朋友拢想要放炮啊。啊，若新年到吼，即29暗有烧金了。就排放炮，透早就去放炮，所以我就甲迄个新年也要到，大大细细放炮，新年到，
放了些放了嘛，笑声归家听。新年恭喜发大声，啊，咱恭贺新年，对不？拢甲你恭贺新年好安尼。啊，所以这个物件吼，这哎，等下来做啦，咱甲叫伊讲一下吼，这是人才吼，咱。他哦，做一个玻璃庙，你晓不知？你去玻璃庙也是，去个玻璃庙也是来钱。这副图也知吗？你来熟悉就。我们去过玻璃庙吗？去过玻璃庙举手。哦，啊，咱知伊个唔知，等下叫介绍一下，好唔好？哎，来，你这庙公，这庙公当得定吗？啊，所以头先我咧讲个，这个物件吼，就是讲哎，移动能力啦，吼，咱有拄着，歹势来个。伊可能找无咯，是不是安尼？我帮你做摆找来，找几挂找来到，找来只来。啊，所以，这个物件吼，啊，我年头边人，所以就过去说的。所以我拢伫个传统里面，变拢来拖出来，来搁举一个吼。像咱过去咧写号做葡萄瓜仔无？六港有葡萄瓜，伊逐个拢有。啊，咱葡萄是咱整套的。葡萄来要做鱼哦，欢呼三欢呼四哦，欢呼全家亲妈来看伊哦。对地下到地市，对街边惊半死，对大路险要去哦，若无就拢莫去哦。捌听过无？唔捌。这是咱的葡萄歌，就是讲葡萄来要做鱼，欢呼三欢呼四，欢呼全家亲来看伊。这全家亲无爱是讲对地下到地市。为溪边惊外死，为大路去，也无卖去吼。是咱竹卡到竹市，咱较早咱台湾吼做建筑的竹啊，竹围啊做啥？防御，野人过来进攻嘛。所以咱有大竹围嘛，竹围啊嘛。啊，这古地名，总是咱的历史。头先我咧讲中华几个地，八卦山有五个名，我中华三个名，第一个名叫半山，知影半山下手。哎，即摆叫半山是咩？因为你读中文嘞，你就知。中华是过去有两个偏古组织，一个叫半山社，一个叫茶亭社。啊，半山伫搭，即摆基督教边遐，遐就番社哩。所以中华古早叫半山。啊，迄、那个黄溪你敢知？是安那叫黄溪？中华另外一个名叫黄溪，黄溪。阮逐年拢有黄溪文学奖嘛，即两天在黄埔，昨在黄埔黄溪文学奖。今年特别贡献奖是有这陈义之哈，陈义之是他大新港，大新港这个戏的。啊，红叶是安尼啦，我唔知影，知影人叫酒，我知影红叶人叫酒，黄溪，这名哪来？唔知，来，咱头先讲过，咱较早中华关就是为大甲溪人服务是预备嘛，啊，有一个人叫郁永河，郁永河来台湾调查流亡，伊坐牛车为台湾，啊，经过。旧湖尾溪、湖尾溪啊，东啊，加西螺溪、东螺溪、加大甲溪，他发现大甲溪的那湖尾溪以北这一段里面的河流都有硫磺，所以就叫把这段称为黄溪，本来是地方的名字。但是1726年，咱都盖孔庙啊，盖孔庙就培养一些写文章、写诗的人啊，写诗的人他就会把这个黄溪写在上面，作品写了后，一个地名写黄溪陈兆先。黄溪带河，黄溪什么东西哈？啊，咱拄好中华关也作家也著名特色是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是表示追求公理正义。所以老和就会讲：我生不幸为浮球，勇士当为义斗者。所以做一个勇士哈，应该为公理正义的奋斗。所以阮的黄溪精神就变成一种精神。所以我中华关的红溪就是文学奖拢有黄溪文学安尼来吼，啊中华嘞，来讲彰显文化嘛，咱是县志内底拢写彰显嘛。其实伫迄个盖孔庙是一个馆长讲，设私立教以彰雅化，所以就彰化哦，就彰化哈。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造成了我们啊彰化有三个地名，啊不然咱讲包括三国的名嘛，啊每个名拢有。一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在地的历史人文，才有办法来写这种东西。所以你翻完呢，诶，这个车头，你会看到这样，看到这碎石歌，就是安尼来，就是透过节庆，咱的节气歌去来书写哦。啊，另外搁一个哈，另外搁一个是十二生肖嘛。十二生肖内底，咱就讲到，
拄啊伫个伊即个作品内底，怎啊我爱来处理掉。咱讲几次吼，几次带来的咱的许嘛，几次实在好名声，水有拢爱拢着爱认命吼。啊，三号八，迄个白走原名字哦，是真啊白人嘞，迄个真啊白人嘞吼。爬山行爱乡土，四土爱千奇上出名，五粮伊就是皇帝命，六蛇咱拄着毋免惊，七马南南马一步踏。迄天恁的小姐佫拍电话讲，老师，啊南南马一步踏，你讲啥意思啊？唔知，南南马一步踏，你唔知，知无？就是至少你有一个货梯的那个样嘛，因为要翻英语嘛，啊袂晓翻，就翻英语一百翻啦，因为你后日咧一个伊画册内底吼，啊所以从七八，我就把一个俗语给拖来内底，啥呐呢？因为吼，我咧讲头先我咧讲迄个俗语是咧地方文化的根，我举一个来讲吼，咱定讲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我一年伫乌日，伫写乌日相志的时候，我去乌日调查讲，因遐有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伊讲阮遮毋是安尼讲，我无安尼讲，因为阮遮讲左边望落雨，乞食望普渡。是安怎变做左边？为长江变做左边，你敢知影是安怎？是因为社会繁华啦。为什么吗？知道吗？那边有成功岭啊，啊成功岭的边啊就不爱出差啊，对不？所以就望落雨那边出差嘛，唔免出张嘛，对不？所以讲本来是长江就变做左边，左边望落去接望普渡，啊去接普渡的时候，伊去并不较济嘛，所以就变做长江望落去接望滴滴，后日变做左边望落雨去接望普渡，哈。哎，我主要是有一些俗语吼，是俗啥嘞？是俗叫做地域性的，像讲咱讲乌溪、马路溪、甲楼。溪尾了，目屎流，捌听过无？捌听过牙签。乌溪乌溪，马路溪马路溪，甲楼的交接的地方，交接地方有一个溪尾了啊，知无？所以，伊若做大水时阵，溪尾了的人目屎就流。乌溪马路溪甲楼，溪尾了目屎流，就是这样的谚语，就是因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所以今仔日我咧讲个啥吼，不管是节气歌、节庆歌，还是十二时辰这物件，拢是咱传统里面拖出来的东西哦。啊，所以我人咧唱迄个搞到搞，同款嘛。啊，所以伫咱个歌谣诶教唱里面，都是咧教咱个文化，咧教咱文化吼。像讲咱知影咱台语内底音吼，原地无同款，一时拢无同款。来讲下早起来讲一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都不一样哦，不然讲起来笑话。我有一个伫宏远国中咧演讲的，迄个宏远国中校长黄孟仁甲讲一个俗语，讲吼，佮甲讲一个笑话啦，讲吼，老师，我来讲一个笑话，嘛是笑话啦，实在因咧发生代志啦。用一个大山的姑娘嫁宏远，啊，人阿问讲，你为山顶嫁海口，生活过得好？哎，想足久个讲，多三顿青，两顿煎，三肉三斤。嘿，人人讲袂歹哦，三顿青好食，佮有煎的好食，佮有三肉好食，袂歹。其实毋是啦，伊讲三顿青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晒青啦，三顿青。啊，两顿煎呢，早上日头煎啦、啊，
暗时会补嘛日头前啦，啊人三三斤去啊，三顿钱两顿钱三嘛三斤，是不？哦，啊这是台语内底同样音不同字，啊这内底真济啦吼。来，我来个讲个老话，一个查甫去嫁人袂嫁男，来讲一下，一个查甫去嫁人袂嫁男。一个查某去嫁人袂嫁人，一个查某去嫁人袂嫁人，袂嫁人的伫嫁人拄到袂嫁人的，嗨，袂嫁人的伫嫁人拄到袂嫁人的，袂嫁人的伫嫁人要嫁人，嗨，袂嫁人的伫嫁人要嫁人，嫁一个翁嫁一个人，生一个囝嫁一个人，嗨。嫁一个翁，嫁一个人，生一个囝，嫁一个人，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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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鸡笼家人是不是？哦，嫁人嫁，迄个鸡笼鸡，迄个鸡家个，所以讲呐，鸡，鸡嘛是鸡，嫁人个鸡嘛是鸡，吼、哦，啊，这个拢是鸡吼，啊，所以咱有真侪真侪，哎、欸，副座要走啊咯，要开会啊咯，哎、欸，谢谢哦，这文件容易做副主任，看看。看到我这样子的，你看不，你不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十二生肖吼，嘛是安尼，你看嘛，己处，咱讲了处哦，你是歹名声，一真歹，所以我改你己处，摆钱都变做安尼吼，啊尾啊尾又走狗狗上爱水吉缘投，十家听家啼，出门便知狗主人疼你命，十二家食困免出声吼，这是用十二生肖，所以你看头前，迄、那个车上面头前吼，哦，这是迄、那个时候开幕那一天，我就去主持这个节目吼，啊伫十二送。去遐本只歌，本只歌吼，啊，这是就是讲最近我们跟余正贤大师合作的一个这个地景艺术，在丰年火车站，啊，你呐有机会就去看卖下吼，那就袂歹吼，袂歹你赚较济啦。好，今仔日吼，是伫开册，那就巧谈的过程中，用歌啊用诗来讲艺术的感动。啊，来讲雕塑跟诗歌的结构是安怎结构吼？啊，这是我甲伊啊古年来吼所做出来一个物件吼。唔知有啥问题无？那无啦，咱来请即万人家来吼，伊哦介绍一下伊的玻璃庙。我恁拢唔知影吼，伊的玻璃馆甲玻璃庙，恁爱去看吼，这是文创庙，台湾上好㖏。来，带林董，我想要去你馆。乱配啦，吼！啊，因为我跟康老师跟真久啊，吼，所以最少拢有感受到伊的一挂特色，吼，包括伊足侪可能伫咧介绍的时候，他没有特别提到的一些咱闽南语的一个特色，吼，敢若讲啊，咱有足侪人爱啉烧酒，吼，都啊无啉袂瘾，啊啉了咕咕咧，吼，啊啉少就伤肝，吼，啊啉侪去过山，吼。那这物件都是康炎老师哦，其实他在这种语言文学里面产生的一些特色。他有句成功伫咧接待客人的时候，哦啊，主人来会晓，啊人客就留会条，哦，啊无就是讲吼，咱若有钱吼，就去住汽车旅馆；啊无钱，咱就住汽车宾馆，哦。其实这些都是会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吼，哦，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好，哦，啊！我本身是台湾玻璃馆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上面公园区有盖玻璃庙，好，哦，啊！伊咧，咱余老师加康炎老师，哦，伫一礼拜前有甲讲有这一个座谈会，哎，我本来中岛都有一场会，哦，所以我就那一篇结束就赶快再赶过来，啊，但是我唔知影叫一个屯区艺术中心，我一直想讲屯区哦，已经减一字。哦，若毋是西屯区、北屯区、南屯区，我就是先问都问无什么屯区。哦，我知影底下就是屯，那就是唔知影阁有屯区的什么艺术中心。哦，所以有那个机会来到这里，然后看到哦这么漂亮的艺术中心，其实我也蛮感谢哦，我们住在这一个好的地方。哦，那前天荷兰有一个。哦，那个磁场的专家哦，
他在发表一个言论，就是全世界现在磁场跟能量最好的地方就是台湾，哦，它是一个比耶路撒冷，哦，更值得人家信赖的一个朝山圣地。所以我恭喜大家，哦，住在这个宝岛，因为最近这两年，哦，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在评比，哦，全世界最友善的国家排名第一的就是台湾。还有在最近这两年，哦，全世界的一些生意人到处跑，他们发现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台湾。因为台湾这一块土地，它是刚好是寒带的最南端，热带地区的最北端，大陆型气候的最东侧，太平洋气候的最西侧，所以它是涵盖的从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地区所有的气候特性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全世界的哪个地方所种的蔬菜水果，哦，还是说可以养成的一些昆虫生物，哦，哺乳类动物，来到台湾都可以吃得很好，还是煎得很好。所以全世界最好吃的蔬菜水果都在台湾，哦，那另外我们台湾在最近被评比，哦，全世界治安底安排名第二，哦，治安。那这个治安排名第二，第一名是冰岛，哦，就是在北欧，也许冰天雪地的地方，又在那个，哦，一个荒野的地方，哦，它治安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们台湾。那再过来在医学资源，哦，医学的技术，那你就是医学技术，哦，全世界排名第三就是台湾。所以我在这里，哦，有这个机会，刚好也跟各位，哦，一起那个闲聊一下的，就是讲因为到底家里好的所在，哦，那大家住在一个宝岛，我们就好好珍惜它，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人没有悲观的潜力。那另外，今天我们刚好有一个康燕老师，还有余登泉老师在这里，因为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余登泉老师的同调，真的是很有他的特色，所以我在这里用最后的四句话，哦，来跟各位做一个，哦，相互的勉励，就是。我们如果跟到千万就会赚百万，然后跟到乞丐就学要饭，然后跟到苍蝇就找厕所，跟到蝴蝶就找到花朵，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人若精彩，天之安排，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那边还有这个秘书了，你能想一下，那个我们知道在台湾保咧保护白海豚吼，就是咱迄个基金会吼，因拢不惜成本，不惜拢去咧看白海豚，看咱白海豚会减偌济个吼。啊，所以你那个时候我们在反国光石化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白海豚的歌吼。啊，你若去了去玻璃庙时，你就唱啊，我唱给你听吼。白海豚的歌是安那？迄阵伫大城遐，我们去国光石化，啊，我们的一群人就去反。这个国光石化，啊，后来我就用歌谣来处理了。啊，白海豚只有这妈祖戏，啊，我是安尼写。妈祖戏，翘起个竹笔，点伫鹿港的海边，游过来，游过去，游过来，游过去，白海豚，白海豚，人拢称呼你海蜇。看到你是真福气，囡仔的好游戏，哎呦，老人吃饱哩，浮浮沉沉的海影，亲像无常的人生。你的形影有灵性，保庇台湾向前行。台湾人唔惊风雨甲大影，唔惊风雨甲大影。爽因为他没有讲到这个生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董事长一上山下来，他在国盛那边有150甲的地，他们在做生态保育。在我们海告这边，除了玻璃庙之外，我们汉堡休闲农场
基本上属于的吼，所以咧保护我们沿海的生态，所以这样的一位台湾人，我是足敬重他吼，啊，所以讲要来，我足欢喜，我来看，这伊也未看，等下再看一下吼，啊，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你若有去保林庙去看嘛，边仔的俗语嘛，咱讲，迄个歌谣慢慢讲了吼，啊，所以最后咱是请易老师佫做一个结束，啊，然后请秘书来做结束，啊，咱今仔结束。今天在这里哈、哦，这个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听到这个康老师，演说又演唱哈、哦，就是这个好像是你的那个专属的这个歌唱会哦。那我想哦，这个文化艺术哈、哦，不管透过是绘画还是说雕塑哈、哦，都是在记录当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史。那在我的作品里面哈、哦，除了这个以前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哈、哦，那慢慢的我已经在开始在记录现在这个资讯化的一些作品了，把那个比较资讯3C的产品的一些作品结合在我这个作品里面，我也是透过这个现代的这些做造的这些3C的产品跟现在的小孩子的一个童年做一个结合哈、哦，那。我想来参观的他们看了之后会有一些形式啦，那这个是我艺术工作者该做的一个事情啊、哦、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百忙中抽空来听康老师的这个演讲跟我们两个的一个对谈，谢谢。好，我们今天感谢哈，那我请我们秘书来跟做个鼓励，谢谢。欢迎老师哈，于老师，还有林董哈，还有在座的今天这个时间本来是很容易睡着哈，我看大家精神很好，一天的收获非常丰富的哈。刚林董说屯溪艺文中心，搞不清楚，不知道是南屯、北屯、西屯哈。我要做一个行销介绍一下哈，县市还没有合并之前，有一个叫台中县，好，台中县因为它幅员很大，好。那时候文化中心就是蒋经国12年建设的时候，一个县市是一个文化中心。可是台中县因为它幅员很大，所以它在山海屯各设了一个文化中心，就是山县就是那个丰原那个文化中心，海县山海屯嘛，海县就是感情艺术中心，屯就这个屯区艺文中心，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哈哈，多介绍给你们哈，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也常常好经过或者专程过来哈，来都给我们支持啊。今天也谢谢老师哈，这么精彩的那个讲座哈，让我们大家今天真的收获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再一次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